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方便的小东西，它是优米三合一的快充无线充电，它真的赞。好，包装长这样，打开来里面有优米无线充电座以及 USB 线。你看它体积非常轻薄，收起来只有这样薄薄的一片。好，那打开来就会变成手机支架。那它背后有一个 USB-C 的充电孔，那可以搭配你家里任何一个15瓦以上的充电头。那如果你插电之后啊，它就会立刻变成无线充电座。那我实测 iPhone 啊、vivo 啊、三星啊、Google Pixel。只要是有支援无线充电都能够充。还没完哦，转过来背面这一块它也可以支援无线充电。那这边可以放你的真无线耳机，同样的我手边的耳机实测都可以充，只要是它有支援无线充电都可以。那最棒的我觉得是这边，上面这边把它搬下来，这一块它可以充 Apple Watch。那目前啊，市面上有很多其他标榜能够充苹果手表的，都只是留一个孔让你去装原厂的充电盘去充，它可以一次充三个设备，真的是超级方便，最高可以支援15瓦充电，那很适合长时间放着充。那比如说你摆在床头啦，它睡醒就一定充得饱，而且它真的很轻。那你出国啊，只要带一颗它不占行李，又可以一次帮你充饱三个装置，那它也可以当手机立架来用这个产品设计的真的是蛮周全的，又是手机立架，又是无线充电，那手机啊、耳机啊、手表一次满足。好，最后如果大家对它有兴趣的话，这个优米无线充电座目前厂商正在开团购，那时间只到1月31号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